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1年6月23号，星期三，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望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望谟县人武部开展“送党恩、跟党走、党史学习教育”演讲比赛；望谟县水务局多举措筑牢防汛减灾安全防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庆祝建党100周年，歌颂党的伟大成就，传承红色基因和优良的革命传统，6月22号，望谟县人武部开展了“送党恩、跟党走、党史学习教育”演讲比赛，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莫川出席。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围绕建党百年主题，联系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结合对党史学习教育的领悟与实际工作，慷慨激昂地讲述了牢记党史、铭记党恩、奋斗百年党、再创新辉煌等一个个振奋人心的红色故事，缅怀党的百年光辉历程。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本次比赛使广大官兵进一步了解了党的百年艰苦历程，感悟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体现了广大官兵对党和国家的深厚情感。比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秀奖4名。莫川及县人武部相关负责人为获奖同志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望谟县融媒体中心采访报道。入汛以来，望谟县水务局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时刻保持防汛减灾临战状态，积极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确保我县安全度汛，最大限度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县水务局，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通过山洪灾害预警平台对各乡镇气候情况进行系统的监测观察，并做好详细的数据记录。我们通过系统监测雨量，如果雨量超过50毫米，我们就起始用电话方式来短信方式，基本上用电话方式联系各个乡镇，让他们注意防范。望谟县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加上山高坡陡谷深，沟壑纵横，强降水汇流时间短，极易造成山洪泥石流灾害。为切实保障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县水务局精准施策，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措施，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减灾各项工作。水旱灾害防汛工作呢，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措施。第一个呢，我们行前的准备；第二呢，就是防范的应对；第三呢，是我们水利工程的调度；第四呢，是我们山洪灾害的排查；第五呢，是我们巡河防守；第六个方面呢，是我们加强宣传。主要采取这么6个方面的措施。那么对下一步的话呢，我们一个是要加强预防排查，要加强值班值守，第三，加强预警预报，第四呢，加强这个水利工程的再排查，第五呢，加强我们的那个信息报送，确保我们汛期安全度汛。截止目前，县水务局运用山洪水旱灾害监测预警信息管理系统发布预警信息25次，共计3000余条，利用赶集天向广大群众发放宣传手册4000余册，建成水情监测设施12处，雨量监测站75处，基本实现山洪易发的乡镇村组全覆盖。望谟县融媒体中心采访报道。近年来，望谟县桑郎镇八河村积极探索助农增收新路子，因地制宜发展芒果产业。眼下，芒果基地中的芒果喜获丰收，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又一法宝。桑郎镇八河村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温暖，热量丰富，是我县适宜芒果生长的地区之一。为把资源优势转变为商品优势，八河村扩大芒果种植规模，特别是2017年实施产业扶贫行动以来，该村芒果提质增效更明显。目前基地种植芒果种类有金黄芒、桂漆、台农等，芒果产业已成为当地的优势特色产业和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渠道。我们合作社是15年组建的，就是17年我们开始
实施这个芒果种植芒果，就目前规模已达到1500亩，目前已有600亩已挂果，那个预计产量应该在20万斤左右，那个总产值应该60万块钱左右。为把芒果产业做大、做优、做强，八合村不断加大投入，采取合作社加土地入股分红的模式，通过电商、互联网等平台将芒果销往全国各地，带动广大农户增收。我们合作社的经营模式就是农民土地入股，那个按50要分成，农民出土地就占5，我们合作社占10，整体地占1。目前我们合作社因带动250户的农户，逐渐增收。不仅如此，基地的发展还给当地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村民们不用外出务工，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我们那几天煮炉，一天煮得100块钱，一天是煮9个小时，那损下来是得一个月是得3000多块钱，是我们是离家近。是照顾家里面，是我们是比其他更好。望谟县融媒体中心采访报道。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Okay.
我爱我的祖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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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祖国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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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伟大祖国致敬，为祖国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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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们伟大的党点赞，带来苏联人向党致敬，永远跟党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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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